这是什么？对，对，看球，造球，对。我还摄影好了。对，踢完全不收拾。那我来好了。对啊。我不喜欢撑伞，累。中场，你要看球在哪边，然后拉近距离。我那么快啊！你走哪里？对，可以，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看球从哪里出的？照球的地方就对了。照拿球，照球的地方就对了。球到哪边你就跟。这是拍最痛苦的时候。好，拉远。拉远，拉踢球处等他。不是。不是要踢球啊？对啊。不踢哦，这球不踢哦，这球要踢啊，好踢啊，等他，等阿北，又是阿北，阿北最近哦，好厉害啊，录影的时候不要说话，我们现在录影的话，全部的话语全部都说进去，不过想必也知道，应该已经被录进去了，什么呀？是我这边。不要这样放，好经验的球，球王拿走你就跟着，你就拍球了，持球者也要跟着拍，拉近拉远要看。千万不要流血。要读哦。对啊，都是过。等等等，真是拉远。三分。What's that push case？ 赢了啦。What's that case push？ 摄影很差，随便啊，不要随便好不好？摄影太差，容易被杀。我以后不当记者。啊，出去！我不是当摄影师。完蛋了，快拍不到了。大佬，请都不要进来了。我比那个。受伤？谁受伤？你谁啊？就是
了解。那一辉，一辉，一辉受伤了。头撞到，乱集团的，又变一个乱集团。球出来就要翻开，他被突来了，剩一分钟，快结束了。不会。Hello。好像目前为止都没有。球在哪里？球是我们，球是他们的。你到底没投啊？哦，被抢，被抢！阿伯厉害！啊，射！不能，不能再远了，不能再远了。泰鲁格，朱博义，泰鲁格。小绿的，很小绿是没错，实际上你左右飞得太大。在心疼那样的事，不会吧？点在哪里啊？